做一遍哦，你就把它背起来的话，那你真的是天才了。而且现在人年纪越大哦，记性越差，怎么可能记得那么多？所以哦，最重要的是你要先理解，不一定要把，不用死背啦，但是你要理解它的逻辑，还有它的那个方法啊。你懂了之后哈，再来的话就是说呢，再到云端白板里面嘛哈，上个礼拜的东西都有，所以你会一回到家哦。你就不要急着说，马上要就是看答案。你也许先想一下，哦，上个礼拜在做什么？比如上个礼拜是，这个单选跟下拉清单嘛，对哈？那里面做了哪些？就这两个嘛，哈，一个是 spinner，那 spinner 怎么做呢？其实哈，这个部分就是唤醒各位的记忆，有没有？就是拉一个这个 spinner，然后呢，下一张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地方要建一个什么？有没有？建一个那个这个 tree，这个 trees 的这个就是 tree array，好，还印象吗？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加项目，加完项目之后的话呢，其实这个是 XML 档的画面哈，然后再来怎么样？有没有？这个怎么来的？直接把 entries 里面刚刚做的东西用选的，有没有就选过来了？好。啊，如果你忘记的话，看一下图吧。大家有时候，我有时候当然也没办法100%记得，不过稍微看一下，哎，有没有啊？里面程式怎么写呢？里面的程式哈，程式的话，特别注意这个地方需要一、二、三。那三的话呢，这个地方是一个事件，可能比较会有问题，应该是这个地方。那我要怎么样去当点选？选取的时候，去选哪一个事件，你可能会忘记嘛，我也会忘啊，看一下就知道了。就是什么 set on item select listener 有没有？关键就有了。前面不是一二三，然后最后怎么取得项目呢？get select item，把它 to string 就完了，有没有？那实际上哦，你就记那个 它可能跟其他的元件不同的地方。哦，它使用起来，我想应该大同小异。再来就是说呢，哈，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哈，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换颜色，哈，如果你今天希望换颜色的话，那你必须要给它一个 view。这个 view 的话呢，哈，你必须要额外的，从什么呢？从那个，我们可以建一个 layout。那特别注意啊，这个必须用，如果你要额外的，换一个颜色的话，必须利用那个 adapter。建一个 adapter 哈，那这个 array adapter 里面会有一个方法，叫做 create from resource 哈，那这个地方给它一个什么？给它一个 c，就是哪一个 activity，给它资料就是 m，给它 view 就是它里面的版型，所以哈，这三个给它之后的话，然后再什么呢？set 一个 drawdown 的那个 list view 了哈，然后也是一样给这一个，这个是内建的哈，然后 set adapter 一下。哎，它就会怎么样，帮你变更。那主要重点是这个地方，你将来呢建一个什么，建一个 view 给它，它就会上面可以换颜色了。好、哦、啊，如果你有点遗忘的话，哦，可以再把上个礼拜的部分稍微再听一下，或者你可以怎么样，把这个 view 哈、哦，其实我们刚刚这个 view 啊，内建的 view 在哪里？就在这里，在那个我们的 SDK 的那个底下哈、哦。它会有一个 pattern force，那我们如果是用2.33的话，或者任何版本里面都有个 layout，你把这个 layout 搬过来，那怎么搬哦？拖拉过来放，再去修改它。那将来的话哈，你就把什么呢？因为你搬到你的 R 里面，对不对？你前面这个 enjoy 就可以删掉了，然后再去修改拖拉过来的这个 view，比如说换个颜色哈，将来颜色就会变更的啦。啊，这个当然哈。所以最复杂的。不过如果你做过一遍之后，你大概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好、哦，特别注意哦，这边有图解哈、哦，可以给各位参考。哦，这个图，那放的路径是什么呢？Enjoy SDK 里面的这个，你们找一下，应该有这个，这个叫版型。那你可以怎么样呢？把它拖拉到你的内建的，好、哦，内建的这个 view 哦，你的 view 在哪里？你的版型在这里，所以按住不要放，拖拉到 layout 里面放开。好，然后你的内建的，啊，就会有一个版型的，你就修改它。你把这个打开之后，里面会有一个 test view，
你把里面的颜色改成红色的话，那将来呢，如果你取用的是这个版型，颜色就会变更的，特别重要，这个是 Android 的设计里面的一个重点哦，因为很多书里面写的也不是很清楚，那我是实际上哦用比较算是已经比较简单的方法来跟各位做说明，那其他的话呢，如果你要取用的是除了 View 之外，如果你的资料是从什么了，从一个阵列，有没有？我们是本来是从什么呢？从那个array string 里面有没有去取用资料？那如果你是从一个变数里面取用资料的话，那另外一种写法，用个 new adapter， 那一样要给三个东西的，就是给什么呢？给这个是 c， 好，list 是 c 的，你打个 list 也可以的，或者是你的 class 名称点 list 也可以，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是 v， 最后是 c， 跟这样，这个是 v 啊，这个是 m 的话是资料，就是从这边而来，然后它的架构一定是 MVC 的，这个我想会有一定的方法，OK， 那可以参考一下，程式码在这里，当然你也可以把上个礼拜的部分再贴到那个 Android Studio 里面。 再 run 一下。那相关的说明除了说在云端之外，在我们的上个礼拜那个影片里面也都有，所以每一班都有。那这边的话，可以把这个 spinner 把它稍微看一下里面，那还有懒人包。那我除了懒人包之外，有的时候呢，这边也有一些 spinner 的教学，所以你也可以从这边拿。有时候我会写一点东西，那还有就是说上个礼拜的东西呢。 我也有写一篇那个部落格，所以你们也可以把上礼拜稍微看一下了，OK， 这个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呢，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一下，就是说，那另外如果你们要学 HTML 写那种用网页式的写 App， 我觉得这个两个方法你可以把它都在一起，应该可以做得更漂亮一点，你会发现做一个类似像这样的 list 清单，然后底下有一个什么，有一个 类似导览列，那你可以点击，有没有？这个比较像网页啦。目前最流行的就是我们现在这种，第二种就是用网页式的，那优缺点各有。如果你开发程式，程式比较多的话，用我们现在这种方式会比较好开发。可是如果你是版面，就是你都是一些文字啦、图啦、程式比较少的话，用这个方式会比较简单一些些。那它的缺点是写程式比较困难，但是它 做版型、做颜色，或者加图会是比较简单，所以你可以，那最好是什么？两个各取优缺点，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会更好。为什么？截长补短嘛，不过要怎么样把它放到我们的 Android 里面，后面应该有时间讲到，就是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什么 hybrid 式的开发，把两个对吧，结合在一起。 OK， 好，那这方式我觉得还蛮简单的，真的非常简单，1、2、3、4、5、6、7，8个动作，影片也在这里，有兴趣的话自己看一下啦，我想应该很完整的，而且这东西很多方法书里面是没讲到的，都是我自己体会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很多书里面就教你用 jQuery Mobile 那边 call 其实后来发现根本不用call，因为上面这个 Dreamweaver 里面它有提供一个叫做标签检视窗，用选的就好了，选完程式就帮你产生了，非常的简单。比如说要怎么做，这上面都有讲。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除了要学 Android App 开发之外，你也可以学一学用那个 jQuery Mobile 或者叫 HTML5 的开发方式，这是另外一种比较新的。那哪一种比较好呢？ 各有优缺点，没有说保证就是全部都 OK 了，就看你的实际上开发的需求。那底下有相关说明，OK， 好，那这个是我上礼拜写的，Android Studio， 当然最后呢，你也可以把它搬到 Android Studio 里面，有相关的画面啊，有没有？其实也非常简单，我发现放进来再来跑就 OK 了。除了这个之外，我最近也整理一个懒人包，叫 PHP 云端的。 资料库，因为反正就。
影片放着就放着，我想说啊，干脆整理一下哦。那目前已经教到第十次了，这些应该都还蛮完整的。也就是从哈，因为未来我们也会用到，比如说 Enjoy 怎么跟后端云端的资料库做连接，那你必须要懂得架，不然你后面的资料那个知识没有的话，你要连接那就可能会有问题。当然不见得一定用 PHP 啦，如果你是已经习惯用 ASP 单内测的话，或者 ASP 啦，或者是 JSP 都没关系，反正就是要有一个 P 啦。P 的话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 page 嘛，哈。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database， 那 database 你也可以用 SS 啦，用SQL Server 或者用 MySQL， 看哪个比较方便啦。不过看起来哈，你目前看起来光架设，好简易性哈，哇 ，PHP 真的太简单了。那里面我有放一个那个可惜版，哇，它超简单的，按下去自动启动 ，Apache 就 run 起来了 ，MySQL 就 run 起来了。然后你要建那个 MySQL 也是非常简单的，两下就弄起来了。也就是说哈，如果你用其他的开发工具，哇，光要 set up 环境你就要 set up 半天了，啊，这不用啊，这两下就 OK 了哈。啊，另外的话，你说稳定性，全世界用那个 Web Server 最多的就是什么？就 Apache 啊，哦，那跟 IIS 比起来的话，当然 IIS 比起来可能没它多，而稳定性可能 IIS 要钱的恐怕还没有免钱的来的稳定。好，哦，另外 Server 的那个 Database Server 的话 ，MySQL 现在占有率也非常高，而且它最大好处就是说你不用再额外再付一个费用了。好啊，如果你用 SQL Server 的话，你还是要授权的，啊。OK 哦，所以这部分的话提供给各位参考。如果你对于如何 App 如何去存取云端资料库部分哦，假如你没有概念的话啦，你还是要去学一个东西。因为其实现在最难的地方就是说，因为现在 App 的开发哈，还在混沌未明的阶段，没有人敢保证说哪一种开发方式是最好的。好 ，OK， 那每一种开发工具都有它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可能很好开发，像那个 Visual Studio 也可以开发，可是要钱啊，好，光那个授权费就不便宜了，所以那个部分我也有去踹过了啊，实际上还蛮简单的，可是就是要钱，好，那你说会比我们现在教的简单到哪里嘛？也没有说简单到哪里，还是得要一行一行抠程式啊，好，所以。那再来就是说那个互动式的哈，这个网页，那后面如果这些你们前面都学完了，再来我们就要教资料库。不过资料库有分成是 local 端的资料库跟 server 端的资料库，会先讲 local 端的，哦，比如说我们在 Android App 里面有个叫 SQLite 这个 database 怎么存取，啊，再来就讲什么跟资料在也许是在云端上面的，哦，然后怎么样把它抓下来，也许是在我们的 PHP 里面要怎么样把它抓下来放在你的手机上面，甚至可以把资料写回去，可以做双向的，哦，OK， 这个部分我想按部就班来了，哦啊，不过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如果你要学到云端的资料库的话，要懂得一些架 server， 因为你没有 server 你怎么玩这些东西呢，哦，没有资料来源，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那我这边呢有几个选项 PHP，或者你习惯那个 ASP.NET 我这边也有了。其实什么 P 我都几乎都教过了。其实我从最早20年前我就开始玩 ASP， 刚开始微软有 CGI 的时候我就开始玩了，哦，然后最早 ASP 刚出来我就开始接触了，之后又有 PHP， 之后也有 ASP.NET， 甚至是 Java 的 JSP， 这边，哦，全部我都教过，我通通都接触过，而且实际上有参与专案开发的，哦，所以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应该也不是太困难的事情了，哦，所以我放上去的都是最实务的，所以我理论都讲的非常少，因为理论自己看书就会了，哦，那看一看都懂了，但是问题要怎么做，那做不出来怎么办，哦，所以这里面的话都提供比较这个哈，哦，OK， 那这里的话呢是一个，哦，相关的云端资相关的这个补充资料哈，那，哦，请各位自己再看一下。那今天的话哈，我们接着来看哈，有关那个图片的相关的导览，哦，上礼拜跟各位讲过，比如说我们今天哈，哦，有几张图，比如说我有6张图好了，
好，那你要怎么样把它放到我们的专案里面？可以放在一个 Drupal 资料夹，因为它其实有很多种 size， 但是我不知道放哪一个啊，你干脆就额外建一个叫 Drupal 的资料夹，然后呢把六张图啦，或者是说你可以自己准备几张图都没关系。那我在云端上面好像有放那个 picture 有六张，你就把这六张解压缩放进来。那怎么放呢？拖拉放开不就好了？ 那怎么建资料夹？按右键，一个 Drupal 的资料夹放进来，对不对？那我要怎么去秀它？总共会有三，这边有三个范例，一个范例哈是最简单，第一个范例就是用什么？用这个上一页下一页，有没有？这很简单吧？好，然后各位可以看一下哦。如果我们的需求是按下一页的时候呢，它可以哈去抓这个的下一张。那如果抓到第六张？ 再回来第一张，OK，就是一直往下就对了哈。反正就一个cycle。那如果说上一张的话，上到这一张的话，又回到什么最下面一张，反正就是让它一个循环的哈。当然之前也写过了，上一张上到这一张之后的话，那跳出说已经是最后一张了。不过一般你要去想说，一般的使用者他是笨笨的，他怎么会知道哪一张是第一张了哈？所以最好是怎么样，就让它一直循环就好了。反正它。 现在那个iPhone从贾博士开始，其实就把人家变笨就好了，反正他不用学习，所以最好的开发界面就是他看到就知道该怎么用了。好，如果他需要思考的那种界面那种 App 哈，实际上是失败的，啊，所以你要去思考说操作界面，所以呢，如果有图跟文，就是说有文字跟图的话，其实一般人看图会比较直觉吧。 好，所以这边可能要做一点美工了哈，因为时间的关系，但你也可以用那个 image button， 然后自己再加那个图上去，会，然后并且换个颜色哈。OK， 那这个是第一种显示方式，要怎么做出来？其实程式非常简单，两个 button 就搞定了。当然 ，button 你也可以怎么样，放一个左，一个右，有没有啊？怎么一个左一个右呢？应该还记得吧？你就放一个 linear layout 就好了。 然后呢，左边右边，哎，有没有放一个水平的嘛？那左边右边就 OK 了，一个上一张，一个下一张，好，那第一个完成，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后面还有陆陆续续还有两个其他的范例，就是说，哎，如果用这样好像感觉还一直按，那如果张数多的时候不容易显示，所以还有什么用表格式的，或者是用那个，哎，就是滚，就是一个啊。 一个什么画廊啊，一个画廊，就是一个一直可以卷动的方式。那等一下这个地方怎么做啊？请各位先把这个上礼拜部分哈跟今天的部分先准备好，并且呢新增一个专案，专案名称叫 CH06底线 Photo Player。OK 了，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